小拖车真能干。竹兜和朋友们带着自己的新玩具来到森林里玩耍。有个东西把我绊倒了。原来是土坑绊倒了球球。这个土坑真危险呀。我想到了，我们可以用泥土填满土坑，这样下次球球就不会被土坑绊倒了。我喜欢这个主意。竹兜和朋友们要用泥土填满土坑，他们会怎么做呢？用什么来运泥土呢？我想我们也许可以用小拖车来运泥土。用小拖车运泥土，泥土就不会流走了。我还要运泥土。小青蛙你好。我们终于把土坑填满了。现在我再也不会被绊倒了。这全都多亏了小拖车。今天竹兜和朋友们不仅运来泥土填满了土坑，更学会了遇到问题时要开动脑筋解决问题。